各位樱花制作人们大家好，我是樱花制作人代表美 PD 小美，在这里有26位选手等待被你们看到，请在评论区为他们点赞投票吧。 PD 好，各位选手们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将进行第一次顺位发布，现在一共有26名选手，今天就要离开10名选手，将只剩下16名选手，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。我们先从第15名开始公布，第16名到最后公布。第15名117号选手，第14名213号选手，第13名211号选手，第12名116号选手，第11名212号选手，第10名321号选手。接下来公布获得第9名的选手，他共获得了来自樱花制作人投出的7票，恭喜115号选手。第8名选手，他共获得了来自樱花制作人投出的9票，恭喜224号选手。第7名选手共获得10票，恭喜214号选手。第6名的选手，他共获得来自樱花制作人投出的15票，恭喜322号选手。接下来公布离成团位很近的第5名选手，他共获得了来自樱花制作人投出的18票，恭喜121号选手。现在我将公布成团位的4名选手，第4名他共获得来自樱花制作人投出的25票，他是112号选手，恭喜。出道位的第3名选手，他共获得来自樱花制作人投出的29票，他是，恭喜123号选手，恭喜。现在我将直接公布第1名和第2名的2位选手，他们都来自一年级一班，恭喜114号和113号选手，第1名共获得了51票。下面我将宣布第1名选手，他是来自一年级一班的，恭喜113号选手。也同样恭喜获得第2名的114号选手，他共获得了31票。现在场上还有11名选手，第16名还没有公布，他就是，恭喜124号选手。被淘汰的10名选手不要难过了，收拾好心情往下一程出发吧。2月10日明天不定时发布4场选手们的第2阶段春节特别公演，敬请期待他们摆脱校服穿上色彩缤纷的演出服的样子吧。